神米業第十五第十五輪。主席真係公道起見啊！你睇翻個文件嘅標題，就係有關嗰個地區嘅前期地盤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OK， 但你文件三第三段同埋第五段，第三段 A 就講咗嗰個範圍係 A 到 G，A 到 G 咧就包括某啲地區嘅地盤平整，呢個理解啦，係嘛？跟住就去到基礎設施工程，包括道路、排水、排污等等啲好仔細嘅嘢啦。去到後尾，園景美化工程都包括在內。喂，呢啲唔係前期工程係嘛？呢啲唔係平整工程係嘛？即係過去啲平整工程就是一大笪地，你政府做咗平整，跟住就交俾某啲嘅部門去負責發展同埋研究起樓，嗰陣時至做。類似嘅所謂呢一個嘅污水供水同埋呢一個嘅園景美化噶嘛？你四年前家下城規都未過，你就同我講園景美化？好，你真係你就第十，你係第十五輪，我俾埋你第十六輪，咁大家已經你因乜你係城規都未過，你做到園景美化工程嘅？即係你問完啦，俾佢答啊，俾一分鐘你答啊。主席，我諗睇翻。最重要咧，睇翻文件內容。我諗文件內容好清楚咧，我哋所講嘅第五段裏頭咧，就係我哋今次所做嘅工程範圍。咁我亦都向個附圖咧，後面有兩張附圖咧，亦都好清楚講到咧，呢個前期工程所包括嘅工作。咁亦都係一個完整嘅道路地盤平整。呢、這個係我哋好清楚。美化工程主席，完整美化工程係前期工程。俾佢答埋先啦。完整美化工程係前期工程。係。你今日先出嚟做工程啊？你讲翻愿景美化工程、啊，你俾局长答埋先啦。主席，局长，主席，因为呢度所讲咧，我哋亦都好清楚文件里头所讲到，我哋呢个前期工程咧系包括土地平整同埋相关嘅道路同埋基础设施嘅，咁亦都系咧希望可以达到咧就提供16000个单位。愿景美化工程，我同你讲紧副局长。道路嘅愿景美化工程呢、這个系北。其中一部分呢、這個係好清楚寫咗文件之內，我同你講呢個唔係呢個唔係前期工程啊嘛，局長，你而家喺度指桑，你而家喺度指鹿為馬啊嘛，好啦，做咗咁多年，你同我講園景美化工程係前期工程，好啦，陳美業，你講完咗先，唔係主席，呢、這個主席一定要糾正政府誤導呢個立委員會啊嘛，唔緊要你，主席你作為主席，有乜你可以俾政府度開口講大話誤導呢個委員會噶，即係離曬譜噶。你等等先啊，秘書長，我可唔可以澄清啊？我哋呢項嘅撥款咧申請咧係做文件第三段，第三段有關嘅工作，第五段嘅提出嘅工作範圍咧，唔係我哋今次申請撥款做嘅嘢嚟嘅。我哋講五咧。第五段做嗰啲咧，係我哋可能秘書長已經好糾正咗你剛才嘅錯誤嘅諗法。我哋要做第五段嘅嘢嘅，遲啲。咁我哋要而家開始去準備做一啲設計前期嘅設計啊，咁。咁所以就係第三段我哋講，我哋要申請撥款係做嘅，但係我哋唔係話偷步。已經第五段要做嗰啲嘢咧，係攞錢。我想多謝你澄清，多謝你澄清。你陣間你我再俾多一次你，等你問足第十六趟啦嚇，咁、啊、就